过这个地方啊来感测，就可以知道这一杯饮料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糖了，数字会呈现在这边。那您知道我们常常喝的这市面上的包装饮料到底里面含有多少的糖分吗？很简单，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张图。这张图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啊，这个好，我们的红茶、还有绿茶、清茶等等这些糖呢，到底含有多少的糖分呢？恐怕您不知道。但是啊，其实哦、啊，这个糖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糖，其实它们都会含。来换算成方糖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了。因为呢，真的